好啊，硬要学有没有？早安，早安。还好姐姐没看到。你看，我以为我看错台。大家选错版本，白痴白痴，没有灰没有灰。你是为了兔子醒来，哎，做了一个很怪的梦就对了。啊，同学早，棉被猫早，凤梨早，啊，幼辰早，立早，明早。我也是买数位版哦，对吧、啊？没办法，方便，不然我其实想要收集卡带的。你要单人打哦，还是兔子只能单人打？樱桃安安，木木安安。哎，连线连线。正在打哦，啊，那你就没、欸、是你吗？哦，是那是望月，太精彩了！接受新闻，可以多人，我知道可以多人啊。嗯，你真的有睡吗？有睡啊，没饱啊。就在这，你得问他吧，同好。答应怎样？你又过了是不是？你又不小心打过了是不是？火球直接被秒，什么意思？你用什么被秒？我感谢你提醒，哎，加上速度球，哎。有甜蜜求生一颗，有人可以支援我一颗吗？可惜我在学校。我想用速度。昨天要跟月璇拿，忘了。明早安。哦，刚好配色尾，对啊。
Hello， 你不要开，你不需要开嗓吧？猫西猫西，早安啊！你真的起来了耶！啊，辛苦了，累了兔子。哎，我用速度球，甜蜜球，刷不了了，刷不了了。啊，你们在想用什么球啊？对啊。你是想要用什么球？做红白球？我可能就只是治愈球哎、欸。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用那个吧，干果球吧。有那个球总会，球总会遗传的。会遗传是不是？对啊，生蛋可以生。还是要梦境球？哎呀。兔兔值得吗？对啊。你在问什么屁话，小兔崽？好了，帮广告。跟他广告，开场会见没有？你开我开，你开吧。NWX， 然后十七。番茄早安，哇，好久没打太晶战了哦。哎、欸，说好的小火龙嘞？什么小火龙？最早的小火龙怎么不见了？快望月进来。完了，他吃广告。刚刚只有一分半哦。嗯。三十秒一个吗？嗯。他广告不是也会有一个小小的，还是看得到？好像15秒，15秒吧。望月。我一直在叫你，望月。你们好奇怪哦！你们进来的人都是先车车哎、欸，哎。没有啊，他就是前面先首发巨星怪啊，安妮城吗？你看前面一开始是火神的啊，那些才是休闲玩家、欸。一减一，有人打得过了吗？还没吧。这次单人不好过。哎呦，你要不要进来？艾特安安、嗯。对啊，来试试看吧。来试试看。TT， 你谁？你们都是谁？不好意思，请问这是谁 ？TT， 哎呦，吵了耶！我问说是谁？哦天哪、啊，哇！因为他之前有出现过一次、啊，人家吓跑了，爽啦！他之前有出现过一次啊，他有打吗？上一次呢？没有，他之前好像是跟别人的那个团。仙子会死，我也仙子会死，我们想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某人啊，完蛋了，嗯、你来乱的，下次给我早点打字。在完成。
完了，过气了。大家都没起吧？像你一样疯。武功超高。有疯子。他是开场直接火球踢过来吧？去打派怕了。这疯子。哦，王牌。变美哇！变美，那速度比较快、欸，嗯。哇，什么时候做什么？会死会死，什么飞 CT？ 天哪、啊！我倒了、欸。直接。对。来试试看。我什么时候复古啊？应该是你就现在复古没关系啊，你一定会死。我讲真的，讲真的，讲真的，你一定会死。是王牌耶！好哟，哎，太扯了吧！上来就上来就来，你很棒。你等一下哦，好，那我一定会死，我要死了，靠腰，哎、欸，这是还好，这是还好，那种是伤害加那么多，深渊，好，你可以打了，你可以打了，打技剑眉火球飞 CT， 那点血牛是不是撑不住啊？打技。你不那个啊？不是，你没有水技能。不是，不是，为什么这么不痛？你打他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打。格斗打妖精哎，你用妖精打干嘛？我不行吗？嗯，完全不痛哎。我记得格斗是打妖精用的吧？还是妖精是打格斗的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好呛，我脑袋还没醒。妖精打格斗吗？好像超能力也可以打格斗，不是吗？我妖精打格斗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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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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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根本都没怎么睡吧？长痘痘哎、欸，叫我！黄胖胖啊！所以也可以打格斗，哎，换人了。打技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是哦，听到 bug 哦，不是没有，是真的看起来很痛哎、欸。开场带威吓的好，战斗，不要。不要什么？他踢我。哦，没踢到吧？要见每天呢？战斗帮助，去吧，玛丽露丽。哦不，你可以打啦、啊，我帮你加油了。打不动哎、欸，打他就打，打他就对了。好像有机会耶、欸。
这只鸡好像不属于我们哎、欸。你在打、啊，你在打、啊，在打，在打。哎，不行啊！他直接锤烂我。他用什么锤你？不知道，我没有看。他怎么速度这么快？哎、欸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打？我看一下。不是开场开盾太坏了，是吧？我们是完全没有碰他，他就开盾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哦，好哦，王牌。有急速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他用飞，他一直踢我。看完安安。如果可以，铁臂绑包可不可以？他现在都不知道啊，现在就不知道啊。铁臂绑需要撒娇跟假哭，不是不是，开场我直接被锤烂哎，所以仙子对月亮一步行吗？嗯，然后极限无妨哎。我要换人吗？你说换那个吗？要换别的属性吗？换超能力打他吗？其实不用哎、欸，我其实不知道刚刚望月那边打的怎样哎、欸。扛了，他说他扛了一次火焰球。我刚才扛了一下飞 CT 哎、欸。哦，这之类。看他最后是拿什么锤烂我的？他最后把他最后给了我铁头。哦、oh. ，你看到这边傻了是吧？我再一次，大家一起挑战，来看看哦，来看看哦。不好意思，连线失败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网路。你开嘛？你的网路，我开。记得抬头，抬头开才过。有人声援家访，那速度要有够快的人声援呢、欸。你有看到刚刚还没升到就死了。带个防射壁，有啊，我就想说还是我带胖丁跟尼古丁，速度也够快。尼古丁，你笑，你开吗？开，你开。哦、oh. ，你开这样子，他们就可以直接看到。不然你开我进去，他们也可以看到。你攻下。也对哦。你攻下肖伟 ，double。看。可是你看了、啊，我还没有找到我的这个洞，对不对？啊？还是想要瞧一下你的那个？我说瞧一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看你不是在改招式吗？对啊。忘了。啊、哦，我找到了。等一下哦。嗯，那我开。帮助藏好。
然后要想办法加他攻击力。可是他开场，嗯，那为什么他开场会开盾，你还用到他？你好强、喔。然后去学个，我去这个招式。去你去。阿门蒂。Bless you。还没那么快哦，我直接倒地，他开哦。嗯，哎、欸，他存格斗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鬼火他？所以要降攻角，再找啊。降攻的还有什么？除了撒娇，大斧哎，我不能学，是我爸的战吼。No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那个你家望月了。求过哈哈，你想那你是你继续用胖胖对不对？啊，望月你用什么啊？白咳嗽，好，给你开吧。好。嗯，大家一起挑战。我放在 DC 哦。嗯，我现在不是截图哦。天啊，你太善良了。有吧？嗯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很想过的感觉。来，各位 EJJCY3 第一个一是英文数字自己猜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哦，冰冰，不是你们都打没人，就一个辅助吗？来啊来啊来，试试看啊！还记得他上次喷红就是狮子都捂那个、啊、攻击角啊？没人帮忙降降攻击什么？好吧，他就是不给人家一波过哎、欸，还想一波啊？嗯，一波拉定，不用不抬头，快点，小 baby。
他死了。他说那一只是蜈蚣脚。见没？我是马上复古吗？等等等等等，你等我们。好，你跟我讲、哦。你等我墙开完。好，你可以复古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复古？有延迟吗？你说复的时候我已经复了。哦。不要。我只能再补一次哦。轨迹。你说打我才打哦。你可以打了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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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强了吗？就加攻击了，完蛋！等一下，冰冰，你干嘛吸取拳啦？冰冰，你为什么一直吸取拳？不是，我讲真的。太钝的动作，嗯。没有啊，我跟其他人说了。嗯嗯嗯。真的要人帮忙放状态啦，冰冰，你复古完一直吸取拳没有用啦，打不痛。不然你干脆帮他们家打就好了啦，帮人家放盾什么的。火焰球啊，十七滴，可恶。好了，我没得补了。好，新效果。我也在咳嗽。哎、欸，他这是他就是半血才开盾呢。嗯。撞到了地面。这飞机踢命中就不高、啊。我好像可以太近了。很不痛哎、欸！天哪！哇！我们是给他下状态下的不够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精神。今天对对对，今天刚刚这一场只有我放光墙、嗯，然后呆咳嗽放那个嘛，魔法空气法空间跟魔法空间轨迹，对，啊还有球雨啦，降他攻击力，所以还是要三个辅助角才够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若不是我搞头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他会有其他那个啊？让他飞踢两下，可是太晶洞的血量是有够夸张高的哎、欸。他挣扎，他也不会挣扎、啊，他那时候血量高到离谱哎。刚他说没踢中，他血只扣一点点。姐姐学撒娇，好。对啊。你说我本人吗？啊、本人不学也会。
特性互换。标识学习器，撒娇。他原本就会吧？哎，回忆就好了。嗯。变圆，撒娇。嗯，999。那你就不用。要帮他那个？干嘛？没有。在想等下怎么打。嗯。冰冰，你有没有辅助脚？可是你刚刚精神强烈打，是打在盾上面不痛是吗？那怎么办？玉身可以降攻击，要带吗？不是，你是哪一只？你有幸福蛋，幸福蛋会被锤烂啊，幸福蛋误防五而已，还是死欸。你带幸福蛋，你进去是玩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戏法，繁星放完反折逼哭他啊！不是，我刚刚是有去帮忙补他们的血，不然他们早就死了。复古的部分，那我再找找。你是不是很少打冰冰？你是说单人打？那你不能怪我们，不能怪我们无情啊！志冰冰，我也很少打。晚上的这个车车，你将来比他多。愿意帮补，我需要帮补吗？不是，刚刚就是，对、啊，还是我们只出一个铁臂板和那个什么？对，还是就选只出一个兔子好了。对啊，就只能选一个攻击角啊。啊，第一回合是因为冰冰一直在那个嘛。哦，第一回是我们死太快啊，第二回合打的时候是冰冰一直在吸取拳。我想说他吸取拳，他帮忙找一只可以降他防御，降他什么的。你开吧。好。哇，全是字母，好吧。好。因为第二场我刚刚就讲了、啊，三只输出角，我们那时候玩打喷火龙那么好打的，我们三只输出角直接被玩死，四只输出角直接被玩死。感觉蜈蚣有本龟，易换宝，好吧。白丝。你怎么了？玩到开始了，要重来。你，哎，放在这里不给退出啊！啊，等下你等我吧，你再重开吧，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进去死一死。听人家说，结果你单人过了。谁单人过？我说，结果你进去之后单人过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不是你补丁没攻击技能呢？你再想一下你，你可以离开啊，进去马上离开。先等你放戏法啊！哎、欸，它有延迟哎，我刚刚复古都没有吃到你们的拉拉疗愈好物。对啊，打不赢呢。不行，墙体在里面不能打，为什么？不行哦，他叫我死欸，他叫你七四一四吧。
哦，你这该拖人不能退，有铁头。哎，怎么办？很好，一直叫，一直叫。他可以被鬼火吗？刚刚我好像强化到一个死人，他在我面前被强化。嗨，浮游早安。他为什么叫肚子饿扁了的30公分啊？他那个啊，他有称号啊。他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啊？就是肚子饿扁。好像中午抓到的吧？中午抓到的会有那个肚子饿，晚上抓到的话会说很想睡啊。中午抓到是很饿、哦。好像是。快挖大，你快点！那为什么不读档？是因为我好像没有存到档，然后等一下什么东西都要重用，回去死一死吧。学假哭一起哭，黄胖胖可以学吗？看看啊，是这样代表你那只就是要玩辅助的咯、嗯、你就可以先把那个嬉闹那些给换掉了。那我复古嬉闹都不用了。复古复古，对。那对啊，那跟谁打？冰冰打，冰冰的那个什么？没有啊。嗯。冰冰他是铁臂膀哎。假哭是江湖特防哎、欸，假哭，对啊，要吗？要吗？试一下吗？哎呀，正好可以把水流，冰冰就进去放补血而已啊。我这样还缺什么、啊？我只有撒娇和假哭，心到复古没有用了。对，那就只有我就只有撒娇和哭吗？对啊。天哪，这个女人。对，这女人。看30公分老长的。开始要帮你补血哈，然后他跟冰冰讲话啦。啊！你们辅助角是怎么玩？进去之后先加防吗？看啊，加防看到掉血就补血。以往是加那个先挑衅啊，然后那、啊、现在呢？现在？然后看阵容啊，有人复古的话是有人进去第一回合帮他补血啊，嗯，第二回合加防御啊，不第一回合防御，第二回合补啊，那是有复古的状态啊，啊没有的话就是可以加防御加血量，反正看情况啊。好波，你出来了是不是？对，我许来逆开。我开，我开。谁加防御？冰冰啊，还有谁？你姐要哭哎、
不不，你姐要撒娇哎、欸，冰冰冰冰加防御啊，啊我加防射壁啊，还好。密码好奇怪，好了，开好了。我、哦、不是从那边加哦，白痴对、欸，我远端就好，在这门口干嘛？你上次喷火龙九哦，难打死了、哦。上次喷火龙莫名其妙过哎，是不是官方被吐槽说太简单？啊，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影片攻略出来。哈哈，别抄，看了看了，抄，直接抄。我有看到鬼鬼过了，哎呦，戴可手，单人过了，戴可单人，嗯，Are you ready？、你用刃鬼比较好，有感觉。冰冰，那、啊、算了。他是不是想选一个厚一点的？他能换吗？他还能换吗？不行啊，他打过啦。好吧。来，可以的。撒娇给他看。他是男的吗？女生应该有用吧。你拿血厚的。跟血厚无关啊！你萤火的话，他火焰球踢你踢不到啊！太美。我要撒娇了啊、哦！戏法空间可以了哈。对吧？等我反射壁。好了。靠，重要害。冰冰补血哦，冰冰，谢谢。我补了，我补了。啊！你要哭啦？他倒了耶！补血是冰冰的功啦，不然他自己一个人补就够了吗？对，我哭，不痛啦，不要碰我。是我吗？哭啊，腐烂了，帮助。可以了，已经完美了。去吧，望月。去吧。点错，可恶！我要点防御和攻，点到啦，可以吧？来吧，加油！哦，哇，有一丝。又是奈米血，望月，救命！有一丝，他要开盾了，望月。噔噔。他打我超不痛的，笑死！望月他打人，望月。好耶，要过了！啊哈哈哈！我已经看到他在我的球里了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！孩子家哎，哇、哦！他四世界没了，完蛋了！哦吼！好了，我看到他下去了，变成球的形状了。下去，兔兔，有了。哎，就说不能三只一起打嘛，不过，来速度球。好耶，过了！
我就说我撒娇就可以了。那你刚硬要闹他，活该被打。硬要和他吸呢。噔噔噔噔，抓到了！哇，特性高呀！等你，为什么丢两块？两块什么？丢两块特性高呀！我一个胶囊，一个膏药啊。哦，眼睛有问题，对不起。没事啦，我可以不原谅你。就撒娇没有用，慢慢给我哭。你是两个膏药，我刚刚也看到你是两个膏药哎，我是胶囊啦。你真的两个膏药哎，毒毒不毒，毒不毒？哦，是膏药成了，我以为膏药加膏药嘛。不是，你是膏药加膏药啊，宝贝。你这样子乱叫宝贝，人家会误会。看一下，是你最过分的是，你昨天竟然给我那个。什么？你的记录档不能回放啊！啊，方式。你真的，你看你招式学习器64号下面还有一个膏药、哦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顺序排成这样。哦，怎么会是这样子排？不知道。哦，闪耀王牌！哇哇，是王牌耶！你好，你好。他踢我哎、欸，可恶！以前不是把波克比跟他摆在一起，他会踢波克比那个剑盾的时候。嗯，可以孵蛋啊。慢慢去，拜拜。好，我没有想到打防干能力。使用招式为一次。那他先丢出火焰球，不是绑那个人吗？火焰球，带上最强之杖。男的还女的？男的。小男生。小男生，这个不是都锁的吗？好像是的。对啊。还有性格吧。先孵蛋了，好。辛苦王爷啊！是，你好好动哦，你好红哦，小可爱你好红，在哪里好红？哎，怎么不是娟娟二啊？会有的，下次签证我还没进来啊。你是说看着现在看得到的那一批是不是？对啊，对。要怎么打？可以帮你打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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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特工打。不是啊，就正常以往打啦。王月进来帮忙打。刚是靠戏法空间，然后刚好没求雨吧。就是戏法空间，然后开始轨迹。没办法、啊，我没有练呆咳嗽。我要练一只，好棒啊、哦！你说呆咳嗽？对。你要那么知道？我觉得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是紫的，而是他那个壳的颜色。大便了，粑粑。对对，才是问题所在。啊！我记得望月有给我一只呆呆兽。Zora， 你开！你不觉得望月太宠你了？怎样？你是不是嫉妒？没错。不是，你会变成猪直废人，变成没手没脚，只会哭，只会假哭，歪着头。我可以练呆呆王，呆呆王，呆呆王还没有哦，那个啊，把头放头上，把壳放头上的那个，假哭编号，你找那个邪恶系的，你用 L 跟力找那个邪恶系，
哦，没事。没事，对不起。远远看，我想说怎么路上会有爱心鱼在走？我打压啦，飞机。你真的，你真的，你真的没有睡够。你 是嫉妒？哈，另一步去死吧！叫你去就不去。你叫的好不像啊，超不像的。你学你最像你，最像你来。你又不要了是不是？你又不要是不是？不要，不给你观众福利啊！怎么说也在我开台的时候给我观众福利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关。不合理吧？关你的声音。你关。等一下，我要自己听一下哈。好了，你可以讲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好听？我的天哪！啊。所以你是等一下开台要这样子叫给他们听哦、喔？哇，哎、欸，好听哎、欸，他学的好像哦、喔。好了，我打开声音了，我打开声音了，我打开声音了。啊，到底？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他们会相信。你这声线怎么可能会学得像啊？没有，对我就在刺激他。你看她也是一个不能刺激的女人。她跟我讲说你不是记不得吗？我说啊，你不是也是一样？没有啊，根本没有叫。她刚刚只是从头到尾在笑，到底。一关麦马上，哇，你学的好像哦。她就是狂笑。这女人只剩下笑了，撒娇笑，更哭。耶、yeah ，快去生，快去生。打错了吗？三二 R W P F 哎，室友，你们开始了是不是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待可受努力值 H P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，不要退，不要退，不要退，其实就正常打，真的正常打，一个帮忙加血量加血加防，一个一个帮忙哭，然后后面再帮忙拍手，都退了，丢进去哦。我按很慢哎、欸，哎呦烦哦，进就进啊，我就说进了就不用特别退啊，好烦哦，我这样要重新按呢、欸，等等我再开。哇，那代表是我还要再打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我现在不是很想打，我现在只想生蛋了。去生兔子啊？你不是也想生？哎、欸，我们比比看谁先生蛋，好不好？干、欸，那你要等我哎、欸，我在打哎、欸。这女人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可以按那个数量来。这样合理吧？这样才比较好哎、欸，不然你这个疯子一生十二个小时，太可怕了，比不过你。我已经肝硬化了。嗯。样样 solo 啊，望月好。你们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谁要干嘛要讲哎、欸？提上讲哎、欸，要翻车要打很久哎、欸。我觉得挑衅也可以放一下啦。你只能假哭哇！我有帮助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假，我不假哦，我有帮助。我也可以哭，我也可以帮忙，帮补血好了。
是如果有人在我帮忙打的过程中敷到，我会很不爽哦。你讲话，他估计会，花心，我敷到了，类似这样子。我去吃儿子的水果了。啊！有点不了了。哦，好了。手软，你怎么血都那么惨，补不起来。你们现在都在哪边？孤单吗？我还是都会在波平外面呢、啊。哇，撒娇撒烂欸，天啊。哇，我们也烂了。这个几率两个人有打得过吗？嗯，你的队友不要倒，有机会过。原来你是讲傻瓦鲁的哦！哎哎哎，狂打哎、欸！你膝盖烂了吧？有一个冲冲才能秒的样子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放，我等一下没办法放啊！哎、欸，我你没看到我那个全部哦，好，我放我放，这两个拍手不够吗？特性高要这只兔子可以挥子吗？叉P963D， 哎哎哎，望月走，望月走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望月，特性高要下一场，帮一下，帮一下，真的没什么人练耐咳嗽，哎呀。你不愧是先知啊，望月。我要打主播自私在生蛋，打不过打不过，自己去看鬼鬼影片，变呆咳嗽。哎、欸，是剑子棉，这位剑子棉，哦，望月已经把第一个白百变怪了，惨了惨了，输了输了输了，都被看到了，在干嘛？笑死！啊，你可能打一打，他进来的第一个就是蛋，我已经开始变成啊，怎么是火神的望月？哎、欸，少一个。找一个快快快，找一个我就要去生蛋了。我一直都有在想那只蛋行不行、啊，那只狗行不行啊？交相之躯会打到天荒地老、啊。给你安安，买黄包哎、欸。那个，哎，赞赞赞，我想一下哦。有吧？有假？那那那黑猫你要用什么？那丁你要用什么？假哭好，要铁头的狗会死吧？哎呀，不是你啊，另外一位啦。Hello， 你会撒娇？完蛋了啦，我不会讲话。你刺耳声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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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你假哭。假哭或撒娇，
或是你帮忙加那个血量跟防御，可以吗？啊，那你看到我们没有血的时候，你再帮我们加防御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没有撒娇，你帮忙加那个防御跟那个冲冲猛攻。你这是没带要撒娇，没事啊，我用那个啦，光强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他帮忙补就好了，补加防御就好了。哦，不是，刚刚不是技能，请都去换掉好不好？都打这个了，不要执着于，很怕被绑架。对啊，欸，我要圣诞欸，被绑架我等一下直接走。阿翔早安，你看安妮已经生下十几颗蛋了，十五颗了欸，好开心啊！把挂断，可恶！欸，可以等我开墙再哭吗？你们两个，刚刚实况看假的哦，被踢烂了你们。打哭，来半小时了，哎，帮助，超香的，冲冲猛攻是不是来了？冲冲猛攻，你还练只吼叫欸，是不是很坦？是不是双防又高，速度又快？但刚刚是戏法空间呐，我在干嘛？卡住了，服了，绑架了，刚刚那个卡，我的天啊，没有，刚卡太久了，不然。哎，18 18 18，你们需要撒娇？不是啊，这两个人就没有撒娇哦。干嘛？指望另外一个人带撒娇是不是？我的吼叫我也不能学撒娇啊，好啦，样你进来啦，好不好？你敢说你在生蛋的话，请放下你手上的蛋进来帮忙。他说不敢讲话。你怎么知道来圣诞是不是？怎么可能不圣诞？拜托、喔。好，可以关台了。你们被轰出来了。是啊，可以过，就差。刚画面全部卡住啊，不然其实你们刚刚应该也可以过啦。对啊，其实也不用撒娇啦，网络问题。那撒娇是他开盾消能力前，至少打稳不会痛啊。
你撒一次胶可以少放一次那个啊状态。最后一场哦，我也要最后一场了，都已经九点了哎、欸，光月都已经升可以升四香弹了。白可练法吗？特工生命，按、啊、你的那个嘞，技能要不要讲一下？我这样子跟后面的人说，跟后世的人说，嗯。操作业，嗯，望月快，他要操作业，特工生命，然后来戏法，诡计，诡计跟精神强念吧。那球鱼就是刚刚想说顺便放的吧，第一场顺便放的。打胶跟哭你学好了，哎、欸，好好好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、好哎、欸，你们去打，你们去打，没有我的事了。反正反正就真的打法只是一样的、啊，只是他这次比较痛而已。光月那么痛，吃香弹，他很强哎、欸，他生弹不手软哎、欸。我还没讲更强的哎、欸，他现在搞不好已经一个色尾了，是最强的、欸。你没跟到，所以不知道怎么打，不是就正常打、啊。三保一，有没有减一啊？刚刚不是满了，谁又退了？哦，去打啦！我会生气哦。妈，满了就给我打，不要闹哎、欸。样样退了，干样样给我去打。样样你给我去打，你还没进，那你进去打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刚刚是谁？谁进去打的？自首一下哎、欸。自首一下很困难吗？生蛋喽，生蛋喽！好啦，伸出色尾再陪你们打吧，肯定陪你们打。那不是三千颗蛋之后的事情。这边存档，快点进来！谁啦？样样还是我啦？还是元太啊，太元，元太，对不起。很好是谁？不知道、啊、有些聊天室都会瞬间突然进去啊，问他们是谁都不承认，打得很累。白可豆道具要带的吗？白可豆白可兽道具，广角镜吗？什么眼镜啊？你重开，好，你重开啊！望月要被绑架了，辛苦望月了。博士眼镜对不对？啊，还是学士眼镜，服了。至少不是讲究眼镜的、啊，让你全程到尾都还放戏法空间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博士。查看能力，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有给他那个啊？还是你没有很讲究？就是不变之词啊？你有给他吗？你的性格啊？对啊，性格我觉得，反正可以吃。我没有哎、欸，嗯，你这就是跟后天手术一样啊？还好啦，没事没事，我不讨厌后天手术的，他就是为了我才变漂亮的。哦对，我们要体谅。那你在变固执的，你这个固执的老人家。不，我是淘气老人家。固执老人家爱你。盒子换一下位置。
办法崩溃了。都是用好。谢谢望月，晚点把姐姐送给你了，谢谢你。想这姐姐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她不是跟我说早安？那是什么？啊？那是什么？哇，你真的醒了！现在不是回我早安？哦，他已经是我的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要小心一点啊、哦！他是一个，现在性格有什么？看一下，好好选呢、啊。宝可梦性格内敛吧。我觉得胆小比较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胆小是加速度减攻击，对不对？加速度减攻击还是你要害羞？害羞是不加不减。啊，对啊，有个是叫怕寂寞。好了，就是你了。怕寂寞。哎，很好是谁？很好，聊天是谁是很好？不要绑架别人欸。欸，很好，帮忙加血量，加血量。聊天室的很好，有没有在听？你都看到人家的密码了，帮忙打一下吧，不要绑架人欸。ID 叫很好。我不知道是谁啊，他们就说很好是谁。很好。很好。然后。哎、欸，还是可以创个账号去闹别人啊，去各大台，然后人家帮忙打的时候进去，好，我就是来乱，又开盾，第几回合？天哪、啊，哇，王爷宝贝，好了，我现在把姐姐先留给你，那个望月，来，姐姐的深情告白开始。我也需要安慰吗？他要，他肯定要，他肯定需要的吧？你怎么这样问？不知道几回开吐人？对啊，你干很气耶。我们那时候第一场是第二回合开盾，然后我们过的那一场又很成功，然后帮打的第二次又很对对对，都很正常啊。所以打这个也要靠赛、欸，所以鬼鬼会过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单人呆咳嗽，强哎、欸，还是这是你们兔子的问题，哎。我把侯家伟放生。注意哦，我可是现在有十只侯家伟的男人哦。那叫闪用完牌，一个一个踢到沙漠去。你不舍得的。舍得啊，总不舍得。他就会跑回来对我撒娇，没有用就开始哭。没有假哭。对，原本不会撒娇的侯家伟开始会撒娇了。他盾爆了，加油！哇，望月宝贝，你怎么那么强？哇，过了耶，他们哇，欸、好强哦！你成功了，从绑架犯的手上逃出来了，这个比密室逃脱还强。你暴力破解敲门哎！望月生蛋了，望月生蛋了，快点！啊，你小火龙蛋就不生了、哦，就拿望月的嘛。对啊，我兔子可能也不行，我要看到名字是叫安妮。没啊，你可以多生一点啊，我就把小火龙货币放生掉。
多送一点兔兔。有个辅助角强势是有人能帮忙吗？你想要练什么？不是，他昨天抬头那个真的是很，怎么说，从可爱变成帅气的那种。没练了，但需要攻击。你练了什么没？那望月想再去试一次吗？不然就望月黑猫跟太原再去打一次。红莲凯奇，还有什么招？你不先去生蛋吗？还是你还没打过？刚刚你是无名吗？是十四只石狮子。啊！干嘛喷出来啊？我没有提前放盒子，完蛋了！我刚是跟你讲说啊，盒子啊，我快放爆他崩溃了。Oh my god！ 可以介绍一下吼叫的努力值吗？我好像，我看一下哦，好，我现在离开，等一下。啊，你们是要练吼叫尾哦？不是啊，之前，好啦，我觉得吼叫尾本身就是拿来打太金用的。我真的很看好吼叫尾，但是有些人都说为什么要放吼叫尾？有爱啊！你看，还特地挑一个闪光的，有称号的，查看能力。那个 HP 满，双防一半一半。如果你要打那只，你就加极限防御吧，点攻击加防御。那你就全部点防御吧。刚刚你也看到吼叫尾撑很久吧？吼叫 PVP 很赞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些对战影片，吼叫尾登场率好少，还是就是太强热门了，还是应该说还是有更其他更热门，有人可以分我一只吼叫尾吗？只玩不到，你现在要吗？还是你想等我诞生完？那、啊、你在孵蛋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在瞧盒子，天哪！啊！生蛋前啊，这就是不常生蛋的玩家，吵死了！你现在是……哦，对耶，没有打级别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刚刚是不是又生气了？啊、对对对，我不是，不是，我现在整个跑乱掉了，白痴！你怎么了？这简直就是今天的鬼故事！天哪！刚刚叫你来帮忙打不打？头一颗又一颗，你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刚刚提醒啊，我在圣诞前有提醒，不是啊？要讲呢，这都是你直接跟我讲说我去吃儿子的料理了哦，我那时候还在打第二场兔兔哦。要讲的哦，我错了，天哪！零 R C H L N， 有没有人愿意再帮忙打兔子的？个性高养哦，个性高养哦，对啊，你是鹅嘞，
我是 no 欸 no 对，我是 N 的音比较重，你是 O 的音比较重。是不是叫你整理箱子？他有整理，只是他的顺序不对，他跑去那个他常用的盒子里面去，然后每一个盒子又不完整，他就变得千疮百孔的都是蛋。天哪！你那叫蟑螂蛋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提醒一大堆，你会嫌我啰嗦。怎么要讲？那也要讲，那也要讲啊！不是啊，我们那时候跟你讲火花，三个人同时打火花出来啊，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讲了有什么用？来不及了，对吗？要说呢，好啦，下次你叫要说呢，我叫做不好意思，我叫不好意思，你叫要说呢。石狮子有人帮你吗？还是你等我带着玩？零。哎，不是，那只太让人挫折了。好啦，望月宝贝去啦。零完马上有好啦，那个配合一下哦、喔、你们自己怎么打谁收攻击手强敲一下欸。现在听我讲话好像有点闷，鼻音鼻音的是因为我刚流鼻血了为什么？太冷了吗？太干燥了？我觉得应该又是鼻孔里的痘痘啦，然后可能就是太干、哦，然后血管爆掉、嗯，对，因为我以前很容易流鼻血， oh、我是这五六年开始没有流的，他现在要流回来了。你是说突然他就会自己流鼻血，还是说你是我变天就会一碰到鼻子他就会流鼻血？哦，变天啊，就是我之前不是变天会拉肚子。嗯，啊，现在还是会啦，只是现在是那个，就是应该说换季，就是一年大概会流四次鼻血，就是刚好换季。啊，现在好像不会，因为好像不常流鼻血，就是因为现在台湾这边就是只有夏天跟冬天的感觉。嗯，对，而且现在冬天的时间又很短，所以不常流鼻血。抱歉啦，进来啦，我真的需要攻击脚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也很抱歉啦。艾可说要反射臂嘛，啊，他就去打就好了啊。不然你可以把球鱼改成反射臂啊。和刚样样那一场，他是撒娇撒烂呢。有反射臂跟撒娇的加六成撒娇加持，打一下好像才死滴血了。攻略出来了，还要记得有偷懒。偷懒，哦，回血哦，那是单刷的吧？谁的啊？鬼鬼的吗？没有吧？你看的？哦，英文的、日文的有了。我好像看到了、欸，九分钟的吗？对。哈？有人用狗狗过？有人用那个狗仔包那个过哎，来吃，我看一下啊，真假？
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哇，国外是用超能焰陀哎。我看到是用超能焰陀过的哎、欸，不是英文看不懂字啊。我看，不是他要死掉啦，所以感觉容错率很高，很低。你知道我刚开台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去我 YT 看我刚开台。前几秒就好了。嗯，好，我来看看。你会笑，你会骂白痴哦、喔，然后一直笑，因为望月都以为他看错台。他怎么骂？等一下，有没有天才？你有病哦、喔！缺辅助啊！刚刚不是一个缺攻击？天哪、啊！繁星安安缺辅助，抱歉晒圣诞，但离不开啊。你开始也有看错台，不是？哇，姐姐这么早就要抓兔子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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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只是昨天开台的时候要这样子弄，可是一大早待机室都还没放，放了也来不及，想说啊，听不到了，算了。王牌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啊？1月1号吧，又同个人辅助可以点啊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说可以啦，他们说帮助可以叠，他们说的哦。兔兔减一，干五郎被怕，有没有人想打？我等一下去抓一只吼叫尾给人。我刚想说我在圣诞前存档了，想说 JP 没有就放生，好啦，看看做善事会不会生得到。结束了吗？没有吧，我们不是9:12开始生的。啊！刚刚谁叫我看一下吼叫尾的？拜，我跟你一样的啦。你，哎、欸，干嘛学我？这也要学？两颗而已啦 ，OK 啦。不止啦。不止吗？不止。哦不，哦不。啊！幸灾乐祸。妈，幸灾乐祸救你！你开心了吗？今天快乐了吗？不是只有你被霸凌哦。我怎样？不是什么？你说的。就是你当那个什么，你经历了一样的事情，然后别人在经历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的好笑。你没整理过，我有整理。我是刚刚有人问我说吼叫尾的能力，啊，我才切过来的。我也没整理，公鸭小。刚 YT 那边啦，有人问我吼叫尾的怎么点啊？
啊，我是不是很好心的切出来看一下？我没有说，哎、欸，我生完蛋再看，我生完蛋再看哦、喔，我不是哎、欸，九分钟还好发现得早，嗯，预防胜于治疗，关怀乳癌。请问打这只兔兔辅助可以用谁？我教委、欸，没有啦，其实都可以啦，就是你要看要放墙还是撒娇。我们稍早第一次打赢的组合是一只吼叫尾，一只呆可兽，两只月亮伊布，然后哎、欸、不对，蓝啊我们组合不对，那是第二次，第一次我们是玛丽露丽，然后铁臂膀，然后吼叫尾跟呆可兽，对对对，但有作用的是那个。也不是说有是吧，就是玛丽露丽不是输出手啊，他是进去哭跟撒娇的，去卖萌的。然后吼叫尾是先放光墙，然后再帮忙哭，然后再帮忙那个帮助。那铁臂膀是帮忙加血量防御的，补血补防御的啦。那输出是呆咳嗽，呆咳嗽先放技法空间嘛，然后再开始轨迹。你断了，请问你鬼火有上吗？欸，我刚刚其实有在想说鬼火是不是有料欸。你很抱歉，哎，抱我啦。哎、欸，安妮你怎么走过来了？安妮，安妮再抱我，等一下哦。抬头笑，他刚刚打开了房间门，往我这边冲过来，他们偷笑。你疯狂鬼火还好你是辅助手欸等下伸个懒腰，鼻子又觉得死大大的。好啦，安妮回房间。那个很好是谁啊？真的是谁啊？欸，很好，你到底是谁？很好，默默打了两场，英雄不留名欸，拜托别一直死哦，不是哦。还是 YT 的，不可能啊。他把房间名打在图奇这边。嗯，很好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刚我讲的进来一直来死的来送的？可是他上一场应该很乖吧？哎，不知道哎，好烦哦。还是你打在 YT 看看，被绑架了。阿香，对不起。阿香，抱歉，我很抱歉。一开始就死了，哎，还好你们没打等于等于。这时候打等于等于，我会不开心耶。我会对他不开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不生蛋了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有看到关键的字，各位用苍炎刃鬼打得过？那请问你是怎么放的、啊？先丢他鬼火，带什么道具跟技能啊？我比较好奇是道具、欸，是贝壳之灵吗？哎、欸，不用啊。我不知道，莫名其妙打过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叫莫名其妙，还是要看运气。稳定加节拍吧。
剑舞清除毁念，道具带大根筋。哇，你好狠哦！大根筋哎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剑舞清除毁念剑，大根筋，大根筋哎。哇，大根筋是单刷的，单刷的什么密码？太狠了！前面一个 NPC 沙奈朵同步到他，弄到他桌上。哇，所以你还是要赌运气耶？那你第四个招可以带鬼火哎。直接鬼火他就好了吧。那剑舞换鬼火没有啊？他刚刚说清除之烟毁念剑跟剑舞啊，啊还有一招啊，还有一招不是大根筋哎、欸，那是道具哎、欸。都有一招大根筋也太可怕了吧？对啊。安妮使用了大根筋。哦、你不要乱讲话。不是啊，你要这样吗？不然我说大根筋有一招的话，而且有的技能叫做投掷哎，可以把大根筋丢出去哎、欸。很多小男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什么？不是你听到了什么吗？很多小男生哦。6GVP9S 啊，好烦哦！不收就很尴尬。我很想圣诞，可是看到有人缺了想打，又要想要帮去打啊。好吧，你可以分一点你的个性给我吗？那我对啊，解散了。嗯你可以分点你的抬头给我看啊！抬头，主播早，马铃薯仔早。HNPYBQ 还是？嗯，我说讲真，我可能是习惯了主板，我真的觉得。你像我现在在跑步孵蛋嘛，嗯，我真的觉得固洛顿跑起来比较有感觉。不是你那个问题，是我觉得他太静音了，然后太怎样就像个死人，对啊，就很安稳什么的，就觉得没有很平滑，对啊，人生就是要起伏啊，不然一直平过去，我就觉得也很好了。不然你看起起伏跌跌落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跌跌落落啊，起起落落啦，跌跌落落，我跌起不来啊，那是我啦。哎，跌跌落落，跌跌落落，哎，不对，那是起不来，对吧、啊？就是，要么就是往下跌个45度角，我不是、欸，我是往下跌80度角。明明有轮胎，不用，它这不是轮胎，它这个不是轮胎。他那个是他的胸，他那个可以滚的话，他才是改兽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他这个怎么看？只是生气的时候会鼓起来那种啊。你养鹦鹉的话，你知道？我说养鹦鹉的这边有个东西叫囊袋啊，就他们吃东西会先把东西存在胸口那边，然后才开始慢慢消化。这不是轮胎啦。
对啊，我看很多很多不喜欢固勒顿的人都是觉得他那两颗轮胎为什么不用？啊，而且你看固勒顿才有表情符号啊，他有表情哎、欸，密尔顿只有眼睛哎、欸。昨天看那个谁，月雪说的，说，是吗？对啊，密尔顿他没有什么表情符号啊。哎，那他那个最后见到另一只的时候，他会密勒顿会有害怕的表情吗？啊，他的眼就是只能看他眼睛啊。就是固勒顿的话，他会飞机耳诶，对不对？他就是那种，就小狗狗被妈妈骂的时候，那个耳朵会扁下去，那种飞机耳，超可爱。我不知道到时候密勒顿会怎样。没事，那是明年的事情。那是明年的事，没有错。哎，密尔顿可以刷油，固尔顿也可以啊。你是没看过我们狗狗甩过尾、欸？有人可以帮打吗？刚刚不是打过一轮了？不是啊，刚刚不是有人在找，一直缺一，还是你一直在里面？哇，你看，眼睛稍微睁开，然后阿倩打成这样。好啦，我去抓吼叫喂。你们主播真的有求必应哎、欸！天哪！哎，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啊，最好是。因为我想哦，很累。先乖。你看，昨天有人叫我去玩玩一场弓箭，被我骂。笑死！谁呀、啊？哦，你说叫你看哦，这个 ID 是什么？他弓箭大神，看他打那个不那是场不是，真前完面有美。人，前面就是昨天玩魔物的时候，有人问说能不能玩一场弓箭，被我骂，没有骂，被我念，这样说，主播玩什么你就看什么。对啊。给钱主就要是玩啊！昨天被那个任务气到，懂了懂了。对，来搞事的人物。哎，那你们帮一下那位那个阴缺血呀、啊？哎，教委你在哪教委？安妮，你在这里安妮。哦，要豆儿。你看他睡得很安详，对不对？很可爱吧，那个小虎一样。他怎么可以输给古文巨生二？这是安妮的遗憾。他凭什么输给古文巨生二啊？真的超不合理的，天哪！你就觉得日本跟台湾这边喜好可能就是不一样。哦耶！那个鳄鱼地中海耶，他不是地中海，地中海才没那么少头发，他这全秃了。那个你要现在交易吗？日本看强度哦，强度，巨断将强度很强吗？请问呆火二好像第三名诶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给你。哎，我手汗又流好多哦。
为什么？啊，紧张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紧张？雨又安安啊，第一次在你家住不紧张哦。搞不好那个不是手汗啊，不知道哪来的水啊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脑子进的水。哎，我的网络在搞，抱歉，抱歉。阿西的手里有这次圣诞节过得好好没圣诞节的感觉哦。哎，都没出门，没去感受一些圣诞节的感觉。他之前番茄不是约你出门？没有啊，他上班的，你白痴哦。你看，你们听，你们听，你们听，叫什么骂我白痴？没有啦，我不是说圣诞节啦，我说你不是不想要出门？不是啊，他约我哪一次我出过门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是颜色是色尾哦、喔。那我要给你普通的，你要不要换掉、喔？再想要不要试不用岩石系打四天王冠军？再想要不要试不越等用岩石系打四天王加冠军？你要怎么试？你要重开一个周目吗？他又不能重复打。你说的岩石系是所有队伍岩石系哦？你敢不敢用岩石系去打天星队？哎呦，昨天真的是，哎，越想越气。你看我如果挥子挥到小招的话，可能就撞一下那个天星队的车。那、啊、他的被动是会加那个防御力，一直加吗？对，最后就只能靠无耻的偷兔头盔跟来到特工招打赢他。哎、欸，你那一队真的很好笑！你打开的时候，一整排的头盔，不是工程队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只是打到路卡，打到路卡利欧的时候，他特工，他就在旁边用波导弹，他远远的当法环在打，你知道吗？他把这游戏变成艾尔登的，远远打我，哎，我的突突头盔完全没用，哎。一个人带就还好，你一整队都是，很好笑。是我原本更早以前可以带的。是我想说，昨天聊天是一开始有人说要打到第七道，打完第七个道馆之后才有。然后昨天看了一下，那个无名就说不用四个就可以。哎，我可以更早成型的矿工队。热带岩石系超少，火系嘞，火系也很少吧？火系应该是历代都很少了。阿西嘞，所以哟，对啊，我就是真的不喜欢出门啊，除非啦，除非你过来啊，除非什么？哎、欸、少哎、欸，我蛋少好多、喔，没有到一箱哎、欸。啊？
你吃完了？没有到两箱哎、欸。两箱，我刚刚也没有，中间跑去用那个盒子。盒子没事啦。都怪你。嗯、啊。啊，对，都我的错，对对对，对，都我的错、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不然总不能是我的错吧？不啊，我说都我的错啊，汪宇，汪宇的错啊，汪宇刚刚说姐姐你又不整理盒子，他怪你耶，走去英国了，哎、欸，你再想一下，哎，我肯定回不来了，哎，得被关在厕所。然后开台的时候都会敲门说：“闭嘴，我在开台。”总共十个家族，两个还在洞里。你说第零区哦，哪两个啊？那哪个版本啊？我用连发说法。哇，小兔子，没事，后面会看你的。我那时候也以为我看你那个娟娟有看不腻，刚生了四天五天之后，哇，好想看粉红色的兔子。我说火系吗？一个金光花，一个紫斑的铁金鸡，有十七种，不算蜥蜴跟兔子。哦，这一带火这么多，没有历代，历代不是火都是最少的。好起来呀、啊，骷髅盾！你在哪生？可以。我在你上面。那你要小心上面那个圈圈。你要小心蛋不要卡在那个建筑物外哦。哦。之前有，就是因为你在蛋没办法立足的地方会闪退。啊。之前啊，现在不知道改了没。但没有办法立足的地方。接着是不是轮到火了？我用火了，没有吧？完全有吧？是，比如你的，你刚好经过嘛？但如果都会在你前面那个爆开啊，对不对？嗯嗯。然后如果在他没有办法立足，像比如说卡到墙里面去的话，会造成说那个，会闪退。软体坏掉。对，嗯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生出妹子了？还两只哎！啊，那天的伊布真的是笑话、欸，对不对，阿香？我那个阿香投了六次，全都投有木的，结果点数都没了。嗯，伊布啊。这袋这箱有没有公的？我这箱有没有母的？喝水，好。嗯。口水，喝谁的口水？嗯。嘛，害羞喽。这是什么订阅？使用了哦，那个你使用这个功能哦。好，懂了。懂了，感谢订阅。它可以免费使用几个人？不是免费啊，它可以订阅几个人？对啊，是用亚马逊。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是两个人，是不是一个哦？那当时说什么办一个亚马逊账号可以免费订阅一个人一个月，两个人一个月。
你好兔宝宝哎，你呀、啊。上午的班终于忙完了，可是早上还很快，对吧？但还很。还没到中午哎、欸。嘟嘟嘟。周洛，你的色围出来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害了对不对？昨天在忙其他游戏的公会，忙完到12:30，早上2:30，忙到12:30，早上2:30起床上班，你睡4小时哦，你孵出色为兔兔了，哇，好好，有人孵出来了哎、欸，谁谁？在外。一个潜水没看过的 ID， 恭喜你！嗯，还是现在是要把历代的火系全部都复刻回来。欸、不对啊，火球鼠也快回来了。我很喜欢火球鼠、欸、我也喜欢啊。你都把人家鼻子画短短。对啊，可爱。不是啊，皮卡丘也到后面越来越瘦了啊。证明什么？高速移动，对不对？运动有氧会减肥。火焰鸡呢？还在路上啊。最后五颗。最后五颗了，完蛋了，这我要出来了，太吓我了。刘颖安安 ，B 圈推，菜包真的猜出喜翠索尔雅，没有索尔雅，喜翠的已经确定会进来了啊。都不用菜包哎、欸，之前官方就有放那张图啊。对啊，官方开始好早之前，嗯。这游戏还没上市就有一张翠索罗亚的图了、嗯，没有错。那、啊、不用猜啦，傻傻的。哎呀，现在是一大堆兔子被放生了，完蛋了！最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兔子被放生。然后再做一个影片来洗一洗定观看，怎么生出色为岩兔儿？一样的方法，只是把主角改成岩兔儿。改天你自己去看你的 YT， 我知道啊，我把它编了，没有，它是生出兔子，不是生出色为的兔子，不是啊，你再去看，哦，它是哎、欸，我把它编了，
们这些坏人，对吧？伸出 XXL 的色维兔兔。没有，我见不得人别人好。哎呦呀！别人有的我也要有。哎，那我要贪心一点，我要多一个 X。别那么狠啊，在 YT 啊，王瑞贤要不要放生他？没有啦。啊，好好哦！所以生蛋真的不会命中注定吧？来看看有没有生好。啊，好敷完了，可恶！哎呀，你好可爱呀！放生。岩兔儿，对，我们两个都同一个通话了，怎么会不出色维嘞？不出意外的话，色维要出来。我要。干嘛？你要说意外就要发生了？哎，这人。这样游戏闪退崩溃。哦，那你今天休息的不对，我对啊，来帮兔兔改双浪，双浪比较好吗？你说给爸爸吃爽朗，还是给小孩吃爽朗？有刷过色为一对鼠吗？没有，遇都没遇过，是有拿到啦，从阿香那里拿到过小孩哦、喔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伸出色为了吗？阿香，谁啊那么狠？刷色为一对鼠有刷过，那时候刷了两个小时，有大量发生，但是真的遇不到，我眼睛太痛，就把他们杀光了，只能靠杀光阻挡的方法了。你刚打完，杀，运气好，你第一颗就中了、欸，哎。我至少这一代，它左边蛮干净的，不会有显示那个队伍。苍岩不用剑舞，用剑眉应该比较好。不是有大根筋吗？刚刚不是有用大根筋打过？他手上的不是双持剑，是大根筋。我怕被秒，
霸鸟，来跟我跑。你又生了哦？是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去吃儿子的水果。啊，箱子有确定哦？哦，对耶，对耶，对对对耶，白痴！要讲呢，我讲了呢。他刚刚又卡在第一页，第一页是我换那个火箭线那边啊，好可怕。嗯，还好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就说要讲呢、哦。哎，不是你生蛋要讲啊，你不讲我怎么提醒你？想说你那么安静是在看资料了还是在干嘛？然后怕吵到你。哦，是不能怕哦，怕你爸跟龙龙龙一样在那边骂我。啊，龙龙龙真的，我昨天差一点就要骂脏话。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玩游戏嘛，最凶的就是，怎么会有人把角色做成这样子啊？是狗吧之类的。有吗？我有骂过别人狗吗？有啊，打斗争的时候啊。就说你会很凶啊，超凶超可怕。那时候就是我玩输出，你跟番茄玩补的时候啊。然后就说好，我来了，我来帮你，我帮你，帮你。啊，就是被针，你们，你那时候也不是说玩得很好啊。刚转成魔力啦，你现在网超好。哎、欸，你的排位比我高了。你都没有在玩呢、欸，拜托。幸好我有讲，你的蛋也乱了。我都没在玩，不是我没在玩啊。我再玩搞不好会掉牌，对，出社尾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不玩了，不开台了，不开台。这位同学不是比我们打的还晚吗？对啊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不是越早遇见越好。没爱了，真的哎。22只，虽然骗了你一次订阅，但是我的心受伤了。我帮两次，我的呢？对啊，我帮一次还抓吼叫尾，我的呢？肚子洞有什么可以单刷的建议宝可梦？目前有两只啦，一个苍岩刃鬼，一个呆咳嗽。现在开始讲出社会的，是不是都要先禁言30秒？什么东西？今天都不准发话。好喝吗？你要喝东西要讲呢，等下讲不出东西，让你喷水喷出来。喷水喷出来还行，天哪！可以哦。哦、你又在笑什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来分享你刚刚做的没意义的事情，嘿，你是想要再来一次跟挑衅吗？还是再来一次跟定身法？你用呆咳嗽单刷不了，没有他那个打法。我们刚刚的打法不是单刷的呆咳嗽，刚刚的打法是那个啦，是团战的。红莲凯奇乱拿兔子，刚刚有人试过是辅助凯奇，我们在叫什么？
今日目标是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没目标。我升到四维关台，那太恐怖了。不用关了哎、欸，都比打天星队还累。先没目标，待会应该就休息，再弹回去了。主播知道，只要看最终进化型的话，这当然难得新的宝可梦家族最多。最终进化型的宝可梦，妖精。河马王也可以打赢彩燕王。那色八个色为天星队有啊，刷到了啊，用改色哎、欸，他们就是刷不到用改的，坏坏。嗯，我不再用对他安妮使用哈欠。天哪！有人可以帮我打兔兔吗？我累了，我心累了。真的能刷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不想杀。哦，你要再试是不是？冰山，你找那个石狮子，他就是无名。不是兔窝的无名呢、啊，是喜欢玩对战的那位。总会有留一颗蛋的啊，为了他要生，好了好了，为了你，答案是水，这袋水真的很多。没有，因为我平常很少在跑水边啊。欸，我最后补图鉴通通几乎都是在海里面的。你都不下去是不是？完全不会经过水啊。不是，他游泳也是中间后面才开始游的。我是个怕水的孩子。只见非彼见，安安，早安，早安。GV8NVF 啊，我没办法记我几颗蛋，真的几颗蛋。在笑吗？蛋太多了，可不可以？不然、啊，因为他有时候没有满一箱，又差一点点啊。这女人在还笑什么啊？如果正常是什么可以拿到两箱吗？几乎啦。那时候吃蛋蛋力二几乎都有两箱，或将就是两箱少一两颗，或是两箱多一两颗。都不知道在笑什么啊！他讲认真的都可以笑，你不要笑。
这已经不是什么带坏不带坏的问题了，都是讲话自己想歪的。以后都不想歪。嗯，你说我还是你？你。我是很困难的。刚刚好像第二箱少了八颗左右，你看我是少了，我是少九颗啊，而且中间有去排那个啦，排蛋。他刚刚有一阵一度五分钟都不生蛋，在抓异色吗？祝我好运，没错，已经有三个人刷出来了。希望他们在将来的路上记得带雨。你帮他好了，他是谁？你只有辅助招，你用呆咳嗽用辅助招。拿个水。哎、欸。去拿个水。我想说你怎么还不睡？那应该是你怎么还不睡吧？快了，快了。你还要孵多久啊？好像还有六颗蛋。你不玩这六颗就不孵了吗？我不孵。同龄王大赛，你们是说眼神交流吗？不开赌盘吗？上次有开赌盘出的，上次是开了三次赌盘才出的。不是，我现在很想睡觉，昨天两点半、两点多才睡呢。都怪我。对啊，我们说好开到早上的，我就不用睡了，就不会这么累了。哎、欸，说好。开到早上回转给我的骗子，我还信一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一开始讲都是想想的，可是你后面精神越玩越好，想说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完蛋了，是你的，该不是认真的想要直接通关主线吧？你好天真啊，你是天真的性格吗？哎呦。那时候遇到秦教王，他是特性是懒惰，然后那时候就以为说特性跟性格是同一个东西，我说那我的性格应该也是懒惰吧，然后那时候聊天是觉得说特性跟性格是一样，我那时候搞不懂，啊不啊，两个听起来都很像啊，很像。而且什么叫做上次开土盘才有的？不是，蛋已经生出来就决定好了，你现在开土盘也没有用啊。我现在只是要赶快把这些蛋放生掉，因为刚刚存过档，因为刚刚给人家交易的时候存档，帮我在吃儿子的料理前就先存档，然后结束后再来吃独档。学长，
个性勤奋，特性懒惰。如果孵蛋吃闪耀粒有用吗？没有，去看安妮影片。孵蛋只吃闪耀护符，好不好？孵蛋只吃闪耀护符哦。你的百变怪。哦，对。异国啊，异国跟闪耀护符这两个而已。啊，这个不能有 NPC， 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刚刚单刷过、欸？他们是不是失败了？嗯。我刚才去看了几个啊，我觉得单刷的还是蛮吃 NPC 的，其实。对不对？嗯。我看了几个过的，不管是用不同的宝可梦，但是他们的 NPC 都至少有一个是刚好带到，当然多，也不一定就带到有的没的有用的技能。童年跟鬼刃的工作状哦，两个在同个场上。没事啊，刚刚你们是通灵王大战啊，现在好好说一下嘛，你们谁要干嘛讲好啊，不然一直都加油帮助加油帮助的话，没人帮忙降防御，对不对？红莲凯奇跟刃鬼应该没有降特防的。奥巴他们说带一个红灵一个刃鬼，疯狂的杂技。好了，最后一批了。F 啊，我就去睡了哦。你是该睡了。嗯。哦，所以他不会用火焰球去踢萤火的，太坏了吧？这么贱！
我也想睡了，走吧，望月。人品问题啊，那肯定就我啦、啊。啊，那时候跟你们在打的时候，我狂被骗不是吗？那只臭香菇一直想要骗我的钱，每次打就算我没有剑舞，他也想骗我，超奇怪的。那天我跟月雪他们在刷那个香菇，刷了30分钟嘛，然后前几场都是我在当叔叔的，但是我就说奇怪，他怎么疯狂在骗我？而且后面就他男朋友说，换我来好了，他没骗过我。结果好，换他男朋友叔叔的时候，还在骗我。然后也换他男朋友被骗，然后这个就只是想骗我而已啊。一直骗我，很好骗。好了，感谢各位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问题吧？应该哦。嗯，拜拜拜拜。啊，明天不是明天，睡醒我们继续来生。哇！祝大家在我睡醒的时候生一堆色尾出来，让主播有色尾呢，让安妮主播有色尾呢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。拿来播你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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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这个？噔噔噔噔，然后把声音先关掉。白痴哦，我们要就去谁那边？先想啊，先想一下，我们要就去谁那边啊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我认识的都没有开呀。哦。戴琳，他在睡觉欸。在睡觉呢，然后12点起床啊，带你们去看女一吧。啊，他其实是，他是从粉丝变成转成实况组啊，带去那边玩啊，大家拜拜，一起睡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走去那边玩。好啦，走啦，起飞咯，大家拜拜 ，YT 这边也拜拜啦，晚点见，晚点见，拜拜拜拜。